我感觉贾云蛮守信用的人，我就觉得他守信用，他信用度、政治信用度不错。以前说要辞议员，就说到就做到。那现在能够帮忙这个麻豆幼农哈、哦，能够这个找到更多的市场、更多的买主，其实我觉得是帮助农民蓝绿一起来。但是我们希望说文旦这个产销是专业的问题，是农业问题，不希望沾染政治气。但是既然那个。大家都要用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，那坦白讲，那就要去买了。